下面我们有请我们的侨务委员陈秋燕委员为我们致辞。谢谢美丽的两位主持人美秀跟小丽我们敬爱的范处长、处长夫人、欧阳主任，还有妇联委员、my good friend， Peter Russo， 苏蒂文化 ，and Tara， 还有我们的廖子伟，还有我们的徐子伟，还有今天的主办单位国乐协会，苏俊明苏会长，也是今年双十国庆升旗典礼的筹备会的总干事，还有我们国乐团的张老师，还有国乐团的这么棒的团员哈，还有在座的各位会长、各位侨界先进，大家早安，大家好。好。国乐协会是让人家非常的感动，不管在国庆活动，或者各个侨社的活动，甚至于学校、主流，还有教堂、教会，种种都有看到国乐协会美妙的身影。哇！那这几年来，刚刚主任有讲，是中心的好伙伴，一个礼拜有三天团练，真是了不起的一个精进啊！哈。然后国乐协会他这几年不断的持续的练习准备团员的素质都是提升的，不管世界名曲或者是校园民歌甚至于台湾主曲今年双十国庆他们也会表演台湾主曲所以相当的了不起，他们的技艺是精彩绝伦，我们是不是给国乐协会一个热烈的掌声？谢谢他。好，在座的各位嘉宾，祝福你们身体健康，今天国乐协会的活动圆满成功，谢谢。